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中职的打者打他的球打得这么不顺的原因了，因为就是我讲的嘛，他出手点一样，可是他的尾劲还是保持得很好。其实我觉得他的对球的掌握性很好啦，所以你说要让他要三振他，或者让他打不好，确实很困难。没有，因为我看错暗号了，因为原本是没有暗号，我以为是盗垒暗号。学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要领哦。他本来是直球对决。对啊，直球对决啊，然后一上场，我两个都笑出来，他一直都怎样笑，一直在笑。哎，好好加油好不好？不要让我那么好打安打。你行，没事，有点不开心。